连都天梯武侠了，我满街。再来个结束。我下路服吧。今天打了三把小鱼了，我也是醉了，我也是醉了。人家是不是少两个人啊？王翔他厕所去了。我的翔呢？带抢符啊！你们放 B 站控服吧，上服放弃吧。个人感觉这样。哎，我是厕所这。看。其实能不能这样？他妈的逼！来上一上。上路接好，来五个打，那就来五个打。下路站。我觉得拉比克下来可抢这个符。你们控下符怎么样？我上路狂兵。拉比克直接丢上去一个。哎，土包可以把人给接上去。对啊，直接上去两个，对面打什么？我想过来，别让他们抢两个符啊！下路我们抢啊！我卡兵，我劣势路找他们好打。啊？他们要是全部去下了。啊！全部去下了。看到没？三个，哎，我建议是丢上去一个再说。可不可？丢那边高台。上午两个。丢他。哎，可以。他已经开始了，王被我。Nice。好的。还有个傻逼，弄他。弄他。弄他！我卡到位。五秒钟举。哦，好卡位。不管了。哎，有没有？弄他。奈斯啊！这边来了一点，我还在上面。插个眼，我们俩把他提了。你等会提他吧，现在提他干嘛？我。也可以。这么饥渴吗？哎，他是不是不变鸟的话，他就永远在上面啊？可以运气的。哎，他往里面走了，我看不到他了，怎么办？我看他想从哪运气，我很好奇，我就站在这。他能看见你，他不会晕的。我没事，我既然在他被吓不下来，我就告诉你，我不让他下来了。哎，毕生也被封了。哦，我先拉回来，不然不好压了。很好奇，他这个气，他从那边是运不过来的。是个。没事，可以。哎，你马上准备过来啊！他要是拿鸟运的话，我把他运给你打断，我让他死在上面。我想让他死在上面。哎，你无不无良，兄弟啊！没，我不 A 他，我让他用鸟运，然后我把他给打断，我假装我看不到他。脏还是你脏？我假装我看不到他，你看好，我让他拿鸟运 TP， 然后我把他再举一下。你看，他就过来了。好，你给我死在上面。你真好脏啊！
什么情况？我把你第一个打断了。我跟你说，哎，打你车巨魔，他叫兄弟了。不是你。哎，要不我上去把他带走吧？我假装背他。哎，别别别，你先把他再带走。你走，你走，你走。不带走的。我让他死在上面。妈的，不是好他，他现在想死啊，他很想死。我跟你说，他插这个眼，我就是不 A 他，我让他假装我没那边视野。这大哥，哎，来了，巨魔去找你了。他又叫大哥了。巨魔没鞋，不过要控服。哦，他过来控服的。哎，本来就上去了。哎，啊、哦、不，这个位置太远了。他们少个虎王，我们就少个拉比克。这有什么的吗？大钻。他又来了，他又要进地兵。哎，来哎，来两个兄弟啊！他叫兄弟过来掩护他了。我来。哎，他又踢了。哎。哎，没举到。这没办法。算了。可以了，可以了，这符已经被拉完了，感觉已经废了。哎，巴掌没血，哎，算了，这局吗？这局举了就可以消。这边这边。这节奏爽啊！我买个眼，你插，在墙上。哎，我插吧。哦，你插吧。我在下路稍微混点等级。老子刚也是醉了，妈了个逼，那么好的单杀机会，怎么把他杀了？哎，龙石给你买个地兵。不用不用。我很好奇这斧王干嘛了？哎。你混一混。我回进去。再把房子爷给封了。可以。他二级，我觉得他要爆炸了。王师傅，看着点。我去打他，我去。怎么？你去走，我去打。我去，哎。看着老子很爹。他不用那种魔血，我肯定不举他的。我的。没跳到他，没事，主要是他走位太好了，是吧？啊，死亡没死，打的还在。你混下棋，我空个符，顺便回一下来。有一句说一句，我要是斧王我就退了。怎么？现在也去帮他拉过脸，好吧，我帮他拉过脸。我操！哎，感觉有点慌。别拉！这边巨魔后面。剑圣可能过去了，在他再把这火杀一次。在他们野区打他们的野，杀他们的人。零杀四十封心，零杀二十斧王，零杀一十巨魔，好惨！老子一次都没死，就是中他们，让我杀！
没事，这把这个土猫起飞了。周深，我 TP 过来吧。好，你。哎，给我一张 TP， 这一次可以给给我买张 TP。不减肥，这下能不能把这个砸一下？我来了，我来了。他大哥在。你炮带走。我有秘法，你们谁要？来来来，来来来。妈跑这么快！什么都没，什么都没。哎呦，护皇实力，屌！漂亮漂亮，双杀了，感觉护皇双杀。我方中塔需要支援。哎，那个斧还在打野啊！妈的，想切五皇双杀塔都没补。哎，有没有兴趣再去找一下那个斧？哎，不是不可以，我有粉，不我有我。他妈了个逼！哎，你剑圣你妈逼的相位，老子一千血被他单杀了，老子醉了。上面好厉害！马上，哎，小刘上面在，小刘在参演。干嘛让我们参演抢福的？哎呦，兄弟，上路有没有兄弟啊？不出光。我来找一下他们演在哪。我可以来。他自己他穿了个指甲眼，他没有眼有眼，哎勾他，快引刀了，给你个支持，谢谢大哥，谢谢大哥秘法，我有秘法，来来来来，靠近我。我看他非常不爽。我方中塔需要支援。我看小刘了，狗日的，一直一打不了。哎，切身在这里。剑圣有大的，哎，我方上塔需要支援。他跟朋友我们也去打野了。我有秘法，来来来来来，他已经把自己打醉了。我们也去他们那边。他打野打到我们也去了嘞。可以啊，我没事了，我们不在乎。大龙死不了，我干好碧龙，碧龙，我就没想过我会死，我就没有想过我会死。哎，紧身伏巨魔，哎，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眼还四只脚，他这是哎，大招牌一下。
钩没好，刚好。哎。对，冲进来，关两个。没来了。哪啊？密码密码。妈的，跑得真是快。密好聪明啊！夏洛夫，出声。飞机龙翔王敏最早的手角色这好屌啊，他妈的听说他们叫天梯武侠，你妈你一个一个怼过来，我有战斗专注，我有这个技能，干嘛的？去搏的啊，我帮你专注了一下，还有几级的？几级？他、哦、他还没到时候呢。哎，他都没死，完美 OB。大龙，快走！哎，我操，这个逼隐身了。哎，他要过来斩我了，大哥救我一手。没找你，没找你。A 大。第一时间没意识到，你妈逼早知道原地，你妈逼等他一下吧。我的速度太快了，没控制好。好吸自己来吸，为什么有视野，那高破的视野。周杰，我来扛。我。火方上塔需要支援。引刀，没反应。哎，我们来开雾吧。哎，怎么回事啊？你是有真假眼吗？这就是真假。哎，别算我，别算我。我要是有真假眼，老子就说怎么回事了。哦，我们要走。老子回去买个粉。他也拼，没跟我连上票了，一八的那种的。靠队。
哎，什么都没了。我有粉的，妈的，听说对面不舒服。哎，他射你头。哎，扎秘法好了，扎个秘法。还没。别问我这个问题，傻逼不行在追我。哎，黄强，你不让他跑了吧？这个傻逼，这个小逼不是傻逼，他是什么？哎，这一波逼不是傻逼，他是什么吗？抓着老子卡。这不怪你。妈了个逼，急死了，我操！风行跑了，哎，回家了，气死我了！那几个傻逼兵，不怪你，不怪你。这群小兵，他竟然不长眼。妈了个逼！像那个勾引他们，然后他们把盾打了，我操！他们有梦想啊！风不动就偷个盾。他们这种翻盘能力蛮强的，不能送啊！巨魔引刀了，巨魔开引刀了。别送。十一个算了。啊！我感觉我。近身还在追啊！哦。大招推他们。近身有盾，完了，推不了，血光。五方给我六秒，他们都要死。没问题。给我六秒。干，别走。干。近身没到的。近身有盾。哎，对，开大，打死我。没粉啊。哎，兄弟啊，他们这个引刀了。粉啊，大龙上会引刀吗？谁引刀了？啊，你刚框住的驱魔开引刀。我靠！
看不到，不是我丢包，我不知道他什么情况。我的，我没报。引到了吗？哎，这里有一个，我不骗你，我不骗人。你们可以喊我粉一下，我刚确实没注意到。剑圣还有一个。哎，逼车！一换一，可以接受。换不了了。我操！别上头，别上头，别上头！我操，还接了个宝！上头！哦，我都想自杀。不能让他们赢啊！没技能，能举吗？先举。好，可以打，可以打，你们可以打，我猜。哎，那不管。哎。对话。屌逼东西啊！他不是在上面打吗？啊！我们两边一起死不好吧？下路有个巨魔加风行，我操！我方中塔需要支援。雪风，他们这个傻逼阵容翻我们还真容易翻。妈，天梯武侠好吗？还是厉害，厉害的一逼。还有 A 大。我没记错的话。追杀的时候，他开到 TP， 记得叫我打断。我没拿到，走吧。补王上去了，补王上去了，有刃甲。我没拿，别靠背，别靠背。真打不了。可以斩他了。他妈的，没有什么打不了的哈。他妈。哎，人家技能接近单杀。为什么没人接近呢？我刚没石头，一个石头都没有。老在出炸弹了，不能出疯狂。快走快走，我救不了你。没掉钱，没掉钱。还能不能干？能干，能干，能干。我来了，我来了。我的剑客。哈哈哈！傻逼呀！不知道你出金箍棒了吗？他可能有个隐身，隐身的在我附近。在这边的，别看见。这里有眼啊！他的是无敌斩，我想。被眼反了吧？哎呦，他是无敌斩，所以我想偷。要不要 P 下高 ？P 高不好 P 啊，把他们撵反了，别让他们出门。不逼，不让他们出来，就在外面打。看一下盾刷了没，橘黄。把视野做好就行了。还没。沉默身上有，沉默身上还有一个野。他的技能是无敌斩，反正我知道。想偷，我很想偷。周瑜，你那是有眼的，周瑜。怪这个兵跑得跟狗一样快，我操！哎，确实无敌斩了。哎，他没大了。下路去不了了。啊！感觉要黑啊！兄弟啊，我来不了，我没放。哦，他们怎么这么气呀？快跑！走走走走。
疯狗一样的追你，感觉不是不能打。不是不能打。你妈，这双好色。起来起来起来，不要打。快，你们被打疯狂攻速，疯狂攻速。这一套给力。妈的，两个往我脸上冲，推推了推了推了，喜欢冲。我有这个技能，你们的马上就要疯狂了。瞬间爆炸！没，等一下，等这个，等这个，等这个没了，我让你们爆炸。好。OK OK。哎呦！哈哈哈哈哈！什么回家？回家。我刚看到了田田亮。哎，冰皇再给你次机会。终于拍了，拍了，终于。哎哎哎！干嘛？老师走了，你干嘛去啊？我算，哎，我算不过他。哎，别追我，别追我。妈的，只能说我这个纪律性真的是服从党的指挥啊！炮火我也往前面冲，来慢点啊！哎，我撤退了啊！妈的，明知道是炮火，老子也往里面冲。撤退了。哎呦！哎，就先刷了吧。应该刷了。不是，我第一时间勾他，我看你跑了，然后就把他框住，想着让他被我打，然后你走过来被他无敌斩碰到了，我操！万万没想到。我看他 TP 我就走了，勾过来就说终于干他干他，老子他妈的听你这么大声的吼，我就不回头。我方中塔需要支援。拉皮哥这个转，感觉转的人头好晕。给我一波兵吧。哎，他们在打盾啊，兄弟啊。对啊。不会就这么放了吧？妥了吧？我快活了，快活了。我不管了，我往你们冲了。去魔不在，敌人可以去。哎，冲出来了，这怎么办？哎，扛一下，扛一下。操！哎呀，闪！A 上无限伤，我一个人。现在什么都没有，在后面现在什么都没有，死了，还有补啊！我补他了，这样子，怎么还被换了一个？冲过去就被无敌斩斩死了。聊等一下，聊等一下，我来个这边。妈的，真的是打的有泪，回十连开打的，打的快五五开了。妈，这就是天地无暇的威力啊！哎，这波我能跳吼。别跳吼吧，你这个身板，你这个身板加四十点甲也扛不住啊。偷个奶棒回来，或者偷个金魔杖，好用。可以可以。就退下吧，我现在身上还有属性。医生，我在你屁股后面。看得到，我在你臀部后面看得到。怎么好多引刀，我没粉了，我粉卖了。
明白。带宝石啊。等我补个魂，我再走过来。哎。等他活再打吧，别打了，有三个。赶紧打啊！赶紧打，出事啊！我也打，我也打。哎，抱着抱着，这里这里这里。好了。高徒偷剑圣的技能。是。你们和学弟说的了。哎，我可以准备那个了。对。哎妈，你在干嘛呀？哥。哎，弄住这两个。说实话，我有一点高他们的冲动。哎，下路，不是吧？哎呦，砍我输出！谁敢砍我的输出？哎，打！谁敢跟我打？谁敢跟我打？都给他！买了一个，买了一个，去年买了。敌方下塔已被击毙。嗯？先撤一下，先撤一下。快跑，快跑！又被他斩了。没错。我有宝石，我有宝石。我什么不会？他们要灭，我只能说，我只要灭，要灭得很惨，我肯定要灭得很惨。哎呦，这一脚脚！这一脚脚！敌方下路兵营已被摧毁。拆里面了吧？敌人的进攻，敌方中塔已被摧毁。不是不可以，我的黑店经常缺少一个像你这样的土毛哥。大哥，不是不可以。加十八分还可以。跳水啊，跳得有点晕。
卡了吗？有没有查跳水的命中率啊？有没有这个命令？这么看我就过分了。我怎么听见于峰在房间里面骂了一晚上？他又血崩了吗？又是他们啊，好像。呀，上把你妈是关了斧王，把他们关在那打才好打的。还剩五秒。这把我再关一个，可以？这现在可以吧？请挑选英雄。现在风行很厉害吗？蛮厉害的，他那个啊，那个有2600嘛，而且大招输出高了。现在都把绑学的蛮高的，你把他绑住就是一大招一顿射，打得好疼。我玩这个了，还有个先知啊！我操，有先知！这怎么正好发、啊？请挑选英雄。我先知，我最喜欢玩的就是这个英雄。哎，这把土方前期先别游吧，帮我多拉点野吧，让我好肥一点，觉得如何？好好好。我操！我把他们宙斯抢了。魔剑圣，帮我拉两波。毕生，你守着宙斯吗？对啊，我怕他们拿血魔宙斯啊，宙斯加先知。那我玩什么？我机制吧。机制。那我玩什么？斧王。可以。还可以，有个副本家。龙神注意身体啊！没有，我经常打特别顶。啊，中路是黑鸟。还有什么？我说我玩防，别人都叫我别玩，那玩什么吗？你可以玩个中路的，我可以列单。你玩个中路打黑鸟好打的。中路有人打黑鸟好打吗？那个神灵武士，神灵武士好打。我也不会。老子没开麦，我操。毒龙。卡呢？德里，卡呢？德鲁伊，卡会不会把他打爆？德鲁伊选就是了。我们换吧，我不会玩德鲁伊。你去玩，宙斯吧。
毕生玩健身嘛，或者毕生啊，不是玩健身嘛，让我玩宙斯嘛。你要玩宙斯吗？毕生健身走路，你选一个吧。你玩这路业，我玩这是大黄玩健身嘛？你健身不行了。我健身不太行的。可以吧？我就做知道，给我个眼，给我个眼。那我硬着头皮操作一把了。谁呀？是谁？给我一个数，给我一个数。哦。毕生说句心里话，我这就是看他选黑鸟，老子才玩德鲁伊的，为了给你出气啊！他你妈选个黑鸟打你宙斯。哎，扣上路还是扣下路不？过分的一滴，我是看不下去。确实有点。狗图，今天我什么都不说，这个符是你吃的 ，OK？ 可以可以，别让我失望。妈的，我跟你说，你吃到符一级玄麦杀，一级玄麦杀碰到42那种什么东西，把它一清直接打，节奏无解了。龙神等会不出残绕，你这个熊要结果啊！再丑一点，血魔炼丹吗？天之打野，哎，不对不对，哎，他没有抢大符嘞，好多人，就是要干吧，干不干？哎呦，打不过好像，滚到了就打得过，就差限制，就差限制。强行抢符，我们抢两路，这老子抢符，老子最讨厌叫着别人跟我抢符了，妈了个逼！天天他妈老抢符，抢充满了不服，两路不带一血，烈丹抢个符好爽、啊。他们每次为什么在符这点这里过不去啊？是谁抢到了符、啊？我，他们为什么每次在符点这里抢过去啊？抢的。把这个龙神，我滚到你这里，你补刀就行了。哎，他还拿小树人反补自己的杯，老子被他八杀了。再来一个技能。他们还有是谁哦？打野的血魔。哎，我单一个。拉这波，哎呦，他又把野崩了。哎，他妈的，我好难到二。找了一只，哎，早说，你还有一脚踢。向前。交。别慌别慌，死不了。我给你个大药吧。那不用不用不用。哦，剑圣是龙，是龙神，不然呢？没赚，没赚，我只想碰到二。这两个逼疯狂抓着老子，老子也是醉了，失侠了吧？哎，上路服我自己控了。控吧，你控。下步攻。哎，上了个血魔，抢了个人马。牛掰！帮你拉这不？好。妈的，这个熊不是老子亲儿子，是龙神的儿子。我不好拉，我操！我拉，我换下把这波也打了。是亲生的。你掉血了，我们现在上杀一波吧。对对，等我到。等不了吧。我来了，我来了。等我。这也埋了。哎，这个野我埋了。龙神，我想来。哎，但需要 A 一下。别抢！
不能再拉一波？哎呦，拉不动。算了，我过去吧。这个我怼了，不然被他们抢了。欺负我吗？你先选我。哎呦，我痛了！我走，我走，我走吧。没事，没事，没事。妈的，这少看一个图。我也到了，我也到了。老子是一号那个车，中路能不能抢他一下？我方下塔需要支援。踩！我是毕竟天命周啊。哎，又踩了！还有没有？有有有有！哎呦，我的我的！我不该走了，不该走了。上路能不能杀？哎，看他！你武器也冲过来。打了自己两个好不好？怎么样？你们到底？这别好过分啊！操！哎，好像你儿子被杀了，不是我儿子。正好有瀑布。哎呦，我说了，他节奏无限好。小秘法过来。我要，我要，我要，我要。你先等一下。哎，不过没拿出来吧？这肯定没拿出来吧？哎，黄强，我告诉你，就是那个血魔，你问他刚刚杀了你儿子吗？恢复给我吗？雷哥。啊？你玩多他丢包？不丢不丢，哎，有没有熊啊？这是我们熊没熊？问题是什么？是老了吗？哎，但他没气啊，这条鱼费。他进了吗？不要不要自己记着那首诗。哎呦，卡在里面了，哎呦，卡在里面了。好，快走快走快走！残他妈的！哎，看不下去了，我都买活了。哎，残的！啊，这皮没残，我操，他还是死的。王，能不能给一个秘法？我在你后面。可以可以可以。我要带我飞啊！现在，他妈带我开挂，我要干人。现在没钱了，我先上去给龙神加个蓝。也可以，司机长吗？帮我拉一下，这波野啊！我方下塔需要支援。快，我快跳了，马上帮我拉一下这波。哦。这个黑鸟被打蠢了，动不动选个黑鸟针对走私。帮我拉点波，拿这波。有点像把我逼住宝岛的意思啊。是的，反正我是看不下去了。给中路来人！哎，中路出事了，出事了！刚回来，出大事了！把他给他吸了一口血，他们为什么在中路打麻将啊？他们我操！我们三个打五个吗？在？也可以参战吗？平推他们都可以。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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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没掉气息。好的，老弟，青儿子要出来了。没事，下一波我很强。哎，你这个傻
傻彪子，他不认你了，他认我做爹了，黄翔。你妈了个逼啊！你在说什么？你妈，你那个熊不坏了，他认我做爹了。大头干嘛？哎，中路。我的门啊！我操，老子不会又没了吧？我们别吵架。哎，老子报警了。我可以来了。三连番。真的？馋他妈的，馋他妈的，馋他妈妈！滚！我人都没上去，怎么馋他？我跟你喂物喂物。我身上也啊。我回家补一下补一下。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走。可以可以可以。我先开我先开我开，往前走一点，再往前走一点。对对对对对。哎，中路又来了，傻逼，被残了他。这个能杀死吗？先知在后面。能杀死。我要先咬，我要先咬。可，你先咬到。感觉到。啊！把他们大哥给踢了一次。有秘法吗？这是不打钱的吗？九秒，九秒。打架。不打钱，不打钱。他们真不打钱。你再开一个吧。别往那边走，我们去中路，去中路，他们去盯着中路搞。他们不打钱，就是中路强行打。是树有吗？给我贴大药，哥哥。来个大药，来个大药。哎，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踢了我，踢了我先。反正反正无所谓。火风上塔需要支援。他不在换塔。火风上塔需要支援。上路无人机，这什么？来不及了。推二塔，推二塔。推吧，推吧。需要秘法，宙斯哥。有，谁还要？哎 ，nice 啊！他们都满了，救不了吗？要补足眼啊！我在出秘法，我出完秘法以后我就。打我嘛！打死我嘛！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吗？走了走了。还可以拉一波，你等会儿。我也在。杀激流，这那杀激流。哎，刚
黑鸟那些人去哪了？我方炸塔需要支援。我看一下他那个演的，他一般演上哪土鸡啊？我跟你说，他这里好像是有视野的，哦，好像这个位置他刚弹到了野怪，他刚放大，我操，好疼啊！你妈血魔给剑圣上个地，好疼啊！那个碧皇看过这个，看过这个位置，这个已经排过了。啊、我打两波抽跳。火方炸塔需要支援。感觉他们要打下了，下路来人啊！下路我能贴，下路。哎，听我说，一定要控那个剑，那个石问打他，血魔给他加地的，好疼，别让他输出，一定要盯着那个剑圣怼。剑圣石问。我们推下吧，我三级暴虐。狗图来了。可以，等一下，我看那个先知蓝白上，你们直接四个人下路。下路落头，哎，他妈的打盾！没有，操，这大打盾了，这里有人跟我把这不推塔吗？先把烟反了，不推塔，不推塔。这攻击好像来上，看我能不能追到他。这个回复。一直追上去。王师傅，你在等什么？就是他们那边也有野。你就不让他做剑，又不要等着他，他不收三千就行。能不能刺到王师傅？我没刺。他在干嘛啊？这风。我跳 CD， 哎，他这个地方是有眼的。再走。没 TP。这里有眼，看见没？刚擦的。这个位置好像也是有眼的。好，我好忙。一个大剑，一个眼。这里，刚擦的。这些都为什么没有？好，我的。刚刚我走过去，他知道我在。反正了吧？我不去反。喂！老大妈很生气，我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残的妈妈，一巴掌。下路。火方炸塔需要支援，烈影剑全面加速。血魔又是哪来的？操！
反完了，反完了。眼都被反完了 ，BC 你反了他四个眼。要不再开个大看一下他眼在哪，还有没有眼？先测试开大可以直接看眼吗？不可以，必须要旁边有好像有视野的。旁边有眼没有看到？对，旁边有人看得到是吧？要有人。推了推了推了，赶紧赶紧，现在是最强时态。走，找大舅。没人来吗？好像又是我们野区放眼了。哎，没事，我在这等他。我有大。这条鱼，要他命。哎，我也来了。人多人多人多。跟着。给我小熊。虾皮的小熊。还是给小熊。可以推下，可以推下。神经病啊！操！我以为你们灭了，老子都没过来，然后你们打赢了，老子也不退了。那个先知被我吃，那个先知被我吃了。我在。你闹哪样嘛？跑嘛！操！很顺打吧？打正还是最高地啊？打正了，打正了。大家卫兵吧！杀巨流！哎呦！留眼吗？嗯，个贱逼，我操！要接上我的电。哎，快打一下，来一下。哪里有眼啊？不一定有眼，有可能是他看见那个鸟的飞行路线了。可以推他吗？不想跟他。这没把他给打死。差一下。啊！差一下，走出奥会大。大。现在还在杀。在找窗，哎呦，我忘了还有你，20-30连血。你说你忘了我就算了呗。说话语无伦次，你他妈动不动你妈忘了逼什么存在。我远程支援你们一个大，就先知一直在带球。我不杀他，我不杀他。我知道，你跟着他电。石头也在我们野区。哎，要回中了，回中了，赶紧。走，快！哇塞，老子真是输了。
高吗？哎，算了，推外场，走走走。可能最好是把他们骗出来打。好像他们天天杀你儿子，我看不下去了。帝皇多久有大？哎呦！哎呦，这里有眼。妈的，被我刚刚气到死了。这风行我能斩死吗？帝皇有大了没？有。准备放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哎呦！哎，走走走、哎，有人。好，差一点。哎，差一点。上塔飞了吧？往上靠，往上靠。我还有盾。忘记积盾时间了。看到我。前进。我打到不敢单线去。把你妈全部大都能给小熊的意思是你他妈逼再杀小熊，干他妈妈，杀小熊，杀谁他妈杀最凶，就你谁他妈杀小熊杀最凶，傻逼，杀小熊，乔杀小熊，再给我杀小熊，天天他妈什么血魔大使问锤风行榜全丢给小熊，疯了呗！我在推下。血魔刚才好想把我怼了回去啊！我看着了。不理他，想杂技。大周，我来了，还在哪？在打。不好打。哎。不好打，不好打，摇个大，摇个大，或者直接跳四。一把傻屌啊！天天傻小熊。操！一招没打到。这都损的呢，两条搂着你妈头都炸了，我操！两次骑兵被他怼死了。我在想，这小熊出什么蹭肉，天天欺负小熊，祭品先拿一个。给他出两个龙虾。龙心感觉不够肉啊，闪避护符可以来一个。哎，刃甲，妈了个逼，喜欢打小熊，刃甲是好东西，加甲开刃甲，再给我打。哎，发生了，十六级。是问在打老子，老子就不信打不死他。哎呦，
哎呦！妈，他眼应该全插在我们基地的吧？应该是我们基地里。小熊32点奖，还打不打？这个小刘，你说他也是无聊啊？反正上去猜了。哎呦！喜欢在大草坪上直接拿着小熊跑路，疯狂跑，狂奔，我让他不知道什么叫狂奔。哎、他不大草熊了。我操！跳了一下，差点死了。完了，被蹲了。干干干！开始讲了，谈他妈的！妈了个逼 ，jump！ 我操！我给老子是瞬间空血，他们输出还是高啊？输出还是他们高？哎呀，我一次都没死过。我方中塔需要支援。啊！我小熊要吃个血魔大就好玩了，天天打我小熊，再吃一个。不是，你小熊吃血魔大会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就是你骑兵回家，然后把小熊给逼回家，然后那个人就直接被弹。有没有这个？我不知道啊。他们现在不敢打熊了。是我有没有什么骨灰这一说？有登不上。哎，给我吸个血，祭品哥。哎，他的拳起来他不死了，我也看不到了。哎，BKB， 现在没 BKB 了吧？哦，弹射，血阵，我喜欢血阵。小怪人，干干干！过来，老子过来盯这个小子。哎呦，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拉我一下，拉我一下，拉我一下。哈哈哈哈哈！怎么这样？前一秒就干，在这里放个 AB， 在这里放个刺猬，然后小人真他妈是个刺猬。哎，我过来盯这个小人。哎，枪没了，快跟着好痛。那个鸟拉过去，我跟着那，我跟着那个鸟在走。可以啊，没法吃六分。
黑的呀。就是那兄弟还是屌，说钱就钱。肯定啊，他眼全部插在那些地方，只看鸡，那什么用啊？眼本来就很宝贵的，六分钟才刷一组。嗯，恶心是蛮恶心，但是他们这样玩没有视，完全没视野，怎么打？
输了一盘吧，真输了一盘，我觉得。来了这只鱼松，来了一只鱼松。所以说呢，不打篮球，打篮球是把它做不好搞。就打一盘学不学？
天那盘，主要是太顺了，走路已经不好，路也有打错了气了，车毕竟是前的几大位置一个，好几公里很慢，不以为也是慢慢转的，很快就上去，越大还比较舒服。对于德鲁伊来说太不公平了，我个人觉得太不公平了，别人都可以打无限晕，我还只是个残了，我还不是眩晕，我凭什么就不能打无限残了，对吧？你们在说什么屌东西？剩五秒，龙神龙神，最近是不是没大本黑了啊？挑选英雄，龙神对面有人嘲讽你，老子以为奶子弟出去了，他你妈逼在床上，你妈打了个电话给我，让我给他送水，老子也是吃惊了，快死了吧，请挑选英雄，守卫盛唐，送出气血。我感觉玩其他的英雄都没难度，只有玩炸的人能给大家带来一点。周瑜，你炸弹人厉害吗？不厉害啊，怎么了？对面全是近战，你玩炸弹人，我玩个猛犸配合你，包准你这把爽翻天，怎么样？我厉害，我跟你换。我不会伐木机啊，你要周瑜玩伐木机，我们。哎，我玩伐木机，我玩伐木机。好，玩天。好，可以。于峰玩炸弹，于峰玩炸弹。可以。选个木马给我。不是不可以。叫他们选近战，翔都给炸出来。哎，我应该最后一个选啊，这他妈逼他们后面不补了怎么办？伐木机给我玩，我就想练练伐木机，我操！伐木机其实好玩，我想练练伐木机，我想练伐木机。啊，不好吧？这个路人跟不上节奏了，这个英雄。逼真，你这个贴是谁的？825，但是你如果跟我们换一下，你就只有725了。所以我们为了团队的100都是小钱，牺牲一下吧。我们只要一换你就不是825了，我们为了团队的100经济你就牺牲。钱多了不会玩，真的就跟我玩伐木机吧。真好狠啊！周瑜，你贴不打挺好的吗？练一下。我要练伐木机，我伐木机上次玩了一场好屌，超神了。那么屌还练什么？你妈的！你不想混了，五皇都看走了。好，别人拿去。来只眼。来两个机器。来，给你个。龙神在嘲讽你。我游走的。那我们大哥是谁啊？啊，那我们的大哥是炸弹人、啊。大哥是谁啊？游山宝炸弹。大哥，你妈！你啊，黄翔。我几把子让我去打斧王，你妈做宝高，老子不打。哎，我是大哥，别烦了，我是大哥。
那他妈的我出了这个装备我咋你妈大哥土猫大哥兄弟好土猫大哥吧土猫大哥吧啊土猫大哥你又是好精神吧我买金买养只树也是大哥哎于峰你他妈玩个炸弹出门不放炸弹的急个急吧急的是我的奶啊你不会自爆流吧不是自爆流不是自爆流别慌跟你说这个游戏别慌哎，顶三个上去！他妈的，炸弹工作做的这个技能，能去十标？我操，全上去了！哎呦，你妈了个逼！哎，这个技是干嘛的，黄家？哎，于峰，我跟你说，上面关了两个人，你去放炸弹炸他们。于峰，不是，这里拱了两个。不是屠夫吗？他不会把我勾上去吧？会的，会的。他学的骚，他学的骚。土猫去混金。视野啊，赶紧视野。哎呦，没拱上去，你妈了个逼！兄弟，土猫在上面。哎，他兄弟来了，他兄弟来了。哎，土猫也在上面。我没眼啊，做个眼啊。上面两个人拱他妈的。来，我来埋他们，炸他们，炸他们！埋不上去啊！我操！找个死角，找个死角！你在掉血，玉凤。脑子在被烧，你妈在烧脑子。屠夫在自杀，屠夫在自杀，我拱上去了。你拱上去跟他拼了吗？算了，拱上去拼不过。哎，这个逼怎么拱不上去啊？哎，把他怼了吧。把他怼了、啊，哎，我来，我来，刀都不想补了，你们打的，老子要 OB， 我操！拱上去跟他们拼了，拼了！哎，拼他们了！屠夫受不了，自杀了！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还有一个斧王在上面。哎，要不土猫先冲上去吧？啊，这是不行！哦，打得过他吗？龙神，你打得过，打得过，还有我，还有我，别慌。你上去啊！打了个不过，打不过，真打不过，三下吕布死了。我操！我这个人头合着可以啊。可以专心玩了吗？不用切 OB 了，我操！我切你们那边切了两分钟，兵都没补。我操！再调皮多一点。充个经验，充个经验，我操他妈！我不是在逗我。我不是发木机，你卡我的位。干他，周瑜，他死了。哎呦，你会把我害死啊！死不了，死不了，放心，我帮你挡钩。哎，下路不用帮，下路不用帮。我纪念。哎呦，你是来干嘛的吗？你是他派过来的救兵啊！操作失误。我死亡连入游戏什么意思？加四伏大牛，这个炸弹有几个？可以炸死他们的数量。我试一下。有的时候可以炸死他们的数量。哎，你他妈的这是暴露我的炸弹啊！你这个，你的，你没拱到吗？你他妈的在暴露老子的炸弹啊！你这是。哎，老子没拱到，你他妈咬我。
你别送了，于峰。他送，我送还是他送？你看清楚。他送。峰哥还是厉害啊。哦，我这种假装蠢。我他妈了个逼，这还不蠢？我这样子还不蠢？别惹他们人啊！千万别惹他们人，给他们人进攻的。不用装，本色演出就行了。攻不死你，还可以吧？就这个套路。我们俩兄弟。就这个套路。我们俩兄弟。你不服？会你的啊，兄弟。再来一波炸弹啊，我再帮你拱啊。哎，这真眼，我操，好搞。哎，你干嘛？没炸弹啊？打一趟回家了，还在那边慌什么？我操，他你妈还往撞上来了还？这也行，这钩才可以啊。我是没人啊。掉线，为什么他们也不暂停啊？知道，怎么放弃了？知道打不过。伐木机出锤，伐木机出锤。我逼！哎，这是我加一个。哎，人。你就差了一点点虚虚。高干人！没敢。这对精神打得有大一样，妈了个逼！哎，那个法！哎，这什么东西啊？老是没蓝，好烦啊！我捏到了可以点。哎，这边这边。我方中塔需要支援。再来一个啊，两个，哎，好多人，好多人。嗯。哦，剑圣相位疯狂了，老子没看错吧？我应该是看错了。啊！比肌肉。周瑜别怕，周瑜别怕，啊、大哥在此。Nice。哎，为什么我直播间有人问？龙迪是女孩子吗？为什么要动了？我操，老子这么火药的声音怎么像妹子呢？为什么呢？这个问题。
个脑子打，打，打不打？还打不打？哎，别让我死！快跑，快跑！都说我今年运气好，下路刷个回复的话，哎，没刷起来。哎，这个是什么蛋啊？D。哎，这是什么梗？啊！这个笔好硬啊！别怕别怕别怕，还没兄弟啊，兄弟踢下来了，兄弟踢下来了，我硬着头皮踩了一脚，这次不会有大吧，我说我好吧，放他们风筝啊，怕什么，我是跑吧，没有必要，飞到飞到麻烦，拱死他，爽，哎，回复我，回复我，操！哎，于峰，别冲动！你看我的蓝，你看我的蓝。别冲动，于峰保你这么久。妈，毒瘤啊！你看老子的蓝，我就缺这个东西了。就缺这个。我操！没蓝低了。站在中路，你觉得别人会中你炸弹吗？哎，我跟你说，木马炸弹人，你的炸弹放那种阴险的角落，我去把人拱过来。没玩过吗？不用，我刚才给你炸了，他妈的！不是你那样玩，我可以五杀，你这样玩，你最多杀一两个。没意义，中路冲吧，终于给我打一个兵，天线没到，我操，眼花缭乱，好不近呢，你们的技能放的眼花缭乱，眼花缭乱，看不过来了，哎，刚说话去了，没注意，我们乱打会不会输啊，那不可能吧，是一个小问题，感觉会输，这个问题不大，突然感觉会输，哎呦、他妈的，这个被过到了，我的风啊，现在十一级了，我去哪，没兄弟，没兄弟，
我可以在峰哥来几个雷群啊，那我可以拱人啊。哎，这边哎呦哎，什么情况啊？健身这么肥？我很早就说他是肥了，就跳了是吧？哎呦，这个比咱小兵。黄翔别急，我等一下在这里买个五个雷可以炸死人的雷。可以可以，赶紧。妈的！我操！还有这一脚 ，nice 啊！这一波 ，yes 全打回来了。什么都不说了，这个人就是不喜欢跟别人聊天。屌！他现在输出这么足啊！我也不脆啊！大哥。这里已经可以够炸死人了，这里这个位置应该不难吧，拱到这里不是特别难。那这个就是开雾的那个，我靠，楚王和大牛在上路。哎，那个土猫把眼给你，小弟没位置放啥子哟。先不看路吧，我们两个来个 VIP 可来让我滚，多放点于峰，多放点我没脸上不太好吧，总不能让他看见吧。我先走你放了，我就能再放一个就够了，肯定够，五个肯定够。你妈的，你这好远啊兄弟啊，把他秒了，把他秒了，滚不到滚不到。哎，没死，我操！妈的，位置没控制好，闲物了。不是，他们要在中间，他们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你他妈刚才滚到那边去了，一个扭头大就可以。杰森在车上啊，没事，他下不掉，我会去上。杰森，你小心点啊，他会不会反杀你啊？哎，你下没死？我不下。多买点。我知道这个位置应该更好拱啊。你为什么不买大炸弹？你为什么一定要买小炸弹呢？为什么呢？买大炸弹干嘛？这个炸弹伤害高。真的没？
妈，肯定啊，五百，这个四百五，我两级才四百五，而且这个是永久的。哎，你们去玩。该打钱的打钱嘛，中路有我跟小峰在，随便打。哎，妈的，人头不能送。我的风啊！可以啊，他们觉得他们可以推。你炸弹不够多，才三个。够四个，屠夫杀不死，其他都能杀。你信我，除了屠夫以外全死。屠夫杀不死，死灵法什么的随便杀。妈逼，他们知道了不过来，我操！我要是你，我就一个扭头的，把这个 NED 带回来。然后撞到我这上面，这个操作简不简单？太远了，太远了，我的风啊！讲道理嘛！我方向塔需要支援。五个了。好，我埋到屠夫过来都得死的程度，好吧？隔壁大牛有点烦，他妈一直拿他的魂撞我，又撞到我了。六个了，报警了，六个。拱不到，别人不过来，我操！七个了。他不过来，你妈！哎，报仇！哎，他们没过来，你们过去了。拱不过，我再说一遍，拱不过来，我操，没那么远。我要是你，我肯定要把他拱过来。我操，可以拱过来，拱不过来，你帮忙拱。我操，真拱不过来。哎，绝佳位置，听见没？绝佳位置，爽，这就对了嘛。